开始吧。我们今天请到我的侄子小瑞来帮忙组这一盒，然后有一个害羞的就不组了。这盒是美国队长，然后这盒是雷神索尔，然后这盒应该是黑色的蜘蛛人，其实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拍个照。OK， 拍个照。好，那想要干嘛呢？啊，拿美工刀，我的美工刀嘞。好，那我们先从那个队长，因为他的编号比较前面，这一盒是76168，对，那我们从这盒先来组。哦，这个比较危险，我先来开。好，你会看说明书哈？会啊。好，那交给你耶。就都倒出来了，先倒点人偶再包，先倒人偶。哦，先倒人偶。先倒。美国队长的盾牌。为什么两颗头啊？它有两面啊。它一面是有胡子的吧？这个帽子，一个贵，美国队长的帽子。对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让我们上次组的录制一下。帽子 ，Spiderman。哦，找到了，这个帽子。嗯。刚才怎么就被我揍？还有盾牌，上次组的，掉了。我现在围盾，消除卡片选，我掉，好像是，不要故意撞到他，不就走。对吧？这个时候要入他就真的害。美国队长，我看到，对。花了20几分钟，的机器人，盾牌，然后他的小盾牌装在后面。小哥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？心得感想，感想一下。我才花了27分钟，比小教育估了40分钟，怎么
老人33分钟。我说完这就表示你现在非常的会看说明书了。对，不然正常来说，预估30到40分钟蛮正常的，这有200多遍。好了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